你这个随地，天哪，太没有公德心了，没人性。 你果然还活着，不能走，回去救火，回去，你疯了吧？正在冬眠，温度高了都会醒过来，到时候我们都逃不了。站住！ 神庙的银杏样本，我们查出样本中有部分蛇皮，还有些鳞片。这座神庙中应该有不少这种蛇盘踞。 不动也不对劲儿，快走！
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走！ 休息一下再走吧，被那些蛇人折腾的不行了。黑妃子，他们看起来都跟蛇一样。你还记得黑色长毛的蛇吗？那叫黑毛蛇，它们会寄宿在人的身体里边，通过散发的毒素会影响人的神经跟肌肉。 所以人会做出各种奇怪的姿势。当他们遇到更好的宿主的时候，就会发起进攻并试图寄宿在新的宿主身上，所以他们才会攻击我们。这就是生物学上所说的寄生与共生的概念。小子记住了吗？太吓人了！哎，吴雪，你们到了古铜精以后，有发现什么吗？我和王蒙为了躲避蛇摆。 进入了这个铁皮建筑，我们顺着顶层的办公室，一路探到了这个通道的后面，终于让我发现了古铜精的秘密。所以这里就是真正的古铜精。没错。哎，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，那我是不是能回去了？ 带你们去看点有趣的东西。喜老板，您这来了也没人知会我一声，照顾不周啊。老板您客气了，这个戏园子是您祖传的家业吗？多少年了？这话怎么跟您说呢？到我这代啊，没经营好，现在像您这样爱听相声的人啊。 不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场表演啊，这是最后一个月。为什么？下个月我这园子就卖了，我也算彻底封箱了。这不，我那闺女啊，马上就从德国回来了，我以后啊，就踏踏实实的带孩子了。这个园子我买了。谢老板，您这是何苦呢？ 这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没有人愿意来这儿开戏园子，不赚钱。我不是为了赚钱，这样，您开个价，我明天派人过来。还好谢老板愿意接收我这破落户，要不然我这一年的长工费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对了，谢老板，您接过去准备做什么呢？ 我就是喜欢老东西，看不得老东西受糟蹋。我到了。嗯。哟，都11点多了，这么晚了。是挺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你休息了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说跟你在一起时间过得还挺快的，今儿我就自己一股脑的说自己的事儿，还没来得及听听你的故事呢。我的故事比较复杂，还很长。那就多说几次呗。这样，我下周末不用加班，有空要不咱们一起喝个咖啡，听你讲讲你的故事。我不喜欢喝咖啡。我们可以换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下周末等你电话。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，这种赠送服务还是留着下次吧。我连他被 PC 几次都查到了，就是查不到问题。也许那个图腾只是个巧合罢了。我是真的不相信他跟汪家没有关系。那你都知道他有问题，那为啥还留着他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大算盘。那是穷奇，还大算盘。这不就是大算盘吗？嘘，闭嘴。朕赐八方，位阙从天，属一从离起，这重难离为一。西南坤为二。正西对为三，吴老板也太会打算盘了吧？他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四，这八卦算盘的算珠都是有固定敲击数的，多敲一下跟少敲一下都不行。最后啊，这算珠会形成一个八卦，这是只有张家人才能破解的机关。张家人。他不是姓吴吗？姓吧，竖而指天，
这房间是空的，有点意思啊。你坐，站上去。瞎子，你们三个同时把这些灯点着。一、二、三。老板，有头绪了吗？别吵，别影响我老板思考。废话，让你脱你就脱。行了吧，脱也脱了，看也看了。我能把衣服穿上了吗？着什么急？你这小身板得练呐。没错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后背的秘密吗？过来。你看，这石块里的符号和你后背的符号是一样的，这是古铜经的文字。只要我们找到一定的线索规律，这扇门就会打开。也就是说，刻在我背上的图和我所遭受的这一切，就只是为了让我来到这扇门前。黄岩是机关大师，他留下的线索一定没错的。行，那还等什么？来吧，把这扇门解开，等你们进去了，我就可以走了吧。不过这些石块要按照一个正确的顺序按下去，这个门才会打开。顺序是什么我还不清楚。是什么试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别碰，按错的话大家都会死在这儿。动作这么诡异，肯定另有玄机。你应该跟我想的一样吧。看我干什么？过来。你们好了没有啊？我能不能把衣服穿上了？你脑子都不动一下，就动一下身体吧。什么叫我不动脑子啊？我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背，好吗？说吧，叫我做什么？学一下画上人的动作。
哎呀，不是，这个设计这个机关的人，他脑子，他什么癖好啊？他少那么多废话，快！准备高一点，嗯，这个腿弯一下，弯一下，嗯，那个手再高一点。啊啊！怎么了？动作有那么难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背上有一小块特别疼，啊！帮忙，过来看。你看，把这个符号记下来。好，下一个。哎，这个不疼。你动作反了，当然不疼了。哦，啊，有了。啊，好，下一个。啊啊啊！快点快点，疼死我了！再坚持四下就好了。对了对了，疼疼了，快快快快进！啊！哎呀！怎么这么笨呢？你行你来，笨，傻！啊啊！快快快快！下一个，什么情况？前两个没问题，已经第三个出问题了。来，快！对不对？疼不疼？不疼。怎么会不疼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看一下，高一点。是不是姿势不对啊？疼不疼？哎，你疼不疼啊？我疼什么呀？你自己看你腿。疼不疼啊？啊，开始疼了，开始疼了。你给我看，你给我看。怎么样？走，帮忙，记错了，少记两个点。哎，哎呀，帮我拿着。快点！
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地方，不就是座庙吗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没什么特别的，你们多少人进沙漠，又剩了多少人？我们四个能活着看着这雕像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要是不是你们的活地图、活道具的话，说不定早死了一万次。死了多可惜呀、啊！少年呐，难道你看到这雄伟的古庙，你不觉得很惊叹、很好奇吗？怎么样，吴老板，有发现吗？这座蛇摆雕像的四周，全都有焚烧过的痕迹。这说明这个蛇摆是用来参拜的。曾经一定有异族人在这个古殿里面进行过参拜活动。你不用知道这些。神庙的顶端搭好了一层脚手架，除了来祭祀的人，千百年后的近代人看来已经来过这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第一个发现这儿的。但是他们是从上往下搭的脚手架，看样子和我们不一样，不是从门口进来的。我猜测他们是在顶端进行了爆破，因为时间距现在至少70年的时间，所以爆破的入口应该已经被风沙侵蚀淹没了。70年前的人，他们的技术装备都没有我们发达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在那个年代，做工程都是竹制的脚手架，而这里面穿插着金属钢管，这在当时可要消耗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，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境外相当大规模的工程。这个工程是干什么的？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千百年后的近代人，他们曾经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对，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你说的对，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是怎么了？卡带了？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。坐。哎，我家录音机以前卡带的时候拍一下就好了，没想到人也一样啊。这哪儿好了？这一看就是死机了呀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你说的没错，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醒醒啊，王蒙！说的没错，他们想探索、开发、利用、保护这个地方。吴邪，你醒醒啊！没错，他们想你醒醒，醒醒，利用，回家了。你说的没错。吴邪，吴邪，我没事。哎，吕醋，你怎么把吴邪弄好的？快过来，过来，这儿还有一个呢。哎，推是没有用的，得扇巴掌。
你刚才扇吴邪巴掌了？你小子够狠的，我也要来一下。黑爷，你这一巴掌太爷们，太凶猛了。过奖过奖，以后有这样的好事儿，还得先让我来。你说这两个神经病中的是什么邪啊？这儿机关重重，说不定中了什么招了。不应该啊，我们四个人是一起进来的。中招的只有他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却没事。难道是刚才打黑毛蛇的时候？你自己看你腿。吴邪怎么又上去了？不行，得把他弄下来。吴邪，千万要冷静，好吗？吴邪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会安全地带我回去。完了，完了，中毒。没完，也没有完。吴邪，你听我说，你答应过我，你说话要算数，要算数啊。完了，中毒。这是什么洞啊？矿洞，矿洞，黑毛蛇。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，谢老板，您来了也没人知会我一声，照顾不周啊。老板，您客气了。这个戏院。这个戏院对吧？戏园子，照顾不周啊！老板您客气了。这院子，您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卡了。怎么有人呢？是吧？没人。除了祭祀的人，先买面前的。在那个年代的脚手架都是独制的，而这里面穿插着钢筋水管，什么钢筋水管？金属水管，金属。这在当时可是要消耗相当大的人力。绝对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境外难民。探索、开发、利用，你又不记得怎么保护这个地方？又反了。那个时候，哦，反了。完了，幸亏身不信任，想起人间忽恩后
啥意思？这一屏幕还往下跳啊？还要吗？欧盟，欧盟。下来了，放去。别想什么，你给我放出来。来。不良冰雪雨霜，此生别有内忧。好好好。是不是想在线里面？两个人像两个人。